确认他为了保护我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你却一心一意的想要追捕人家。我要看着你妈被判刑，我要让唐安生身败名裂。我知道你的目标跟我一样，把所有卫理的股票全部卖掉，一张都不留。相信有了这些证据，你可以更快达到你的目标。等唐伯伯的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们就结束吧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点，浮士德的微笑。